你有病啊！绿灯你都不走，你是不是神经病？你才神经病呢！你开破车让人什么呀你？我就劝这怎么了？气死你，气死你！什么人啊？你好，女士，请问是没有你喜欢的颜色吗？ 说这个了，您就告诉我什么时候来上海，您提前说，我一定过去亲自接您，好吗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拜拜。哎，咱们现在账上的现金有多少？应该有60多万吧。把该付的应付的款，统统先不要付了。老板。 洛小姐，好久不见了，是这样，有一个小事情，我现在有一套房子想卖，价格非常的低，如果您要是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我店里头品品酒，聊一聊。对了，我刚进的红酒专门为您准备的，等您啊。我们的洛大小姐呀，您多久没来光顾我们的生意了？是不是在做什么大买卖？赶紧尝尝，赶紧尝尝，这个可是专门为您进的法国波尔多的红酒，只有您能品得出来。谢谢。你刚才说要卖房什么情况？是要卖房啊？怎么了？您怎么对买房感兴趣了？还是您现在要做二手房的大买卖？我就是帮朋友介绍业务罢了。 哎，骆大小姐是这样啊，真的要想投资的话，您不如投到我这儿，我这个小酒吧最近准备扩充经营，我特别想找像您这样的有钱的又不在乎钱的千金大小姐来加盟。您想啊，平常事儿又不多，不用您来管理，我们就是打杂的，您平常就是带着朋友过来聊聊天儿，品品酒，这就是您的私人会所。 一举两得，考虑一下。我爸跟我说了，无论什么关系，都不要给男人投资的。对，老爷子说的对，这简直就是金玉良言啊！咱不说投资的事儿，一会儿见您的朋友，咱说说卖房的事儿。你真要卖房啊？真要卖。 谁的房子啊？我的，我不像你，有那么有钱的一个老爸，那我只能卖房，把这钱投到我这小酒吧上了。那这样吧，我今天先刷个50000的消费，算是谢谢你卖房能想到我。得嘞，得嘞，谢谢骆大小姐赏饭，赶紧的，上。 客户姓名范志坚，范志坚，站长，我听到了个不好的声音。站长，嗯，这个是我朋友林先生，他要卖房，我可是第一时间就给你带来了。你好，啊，你好，你朋友，嗯，卖房，啊，骆总，你不会又像上次白阿姨房子那样出什么幺蛾子吧你？ 洛小姐、林先生，你们先请坐。那个房源的事儿，我们坐下慢慢说啊。来，坐坐坐。二位，喝点水。谢谢。哎。
这房子是给我家程程介绍的，不是给你的。哎呦，那不好意思了。啊，我们店长呢，无情的把我们俩捆绑在了一起。找我就等于找他，找他就等于找我。如果你不想找他，那就换家住建吧。哦，我先来说说我那套房子的情况。哎，行。 我的那套房子呢是一个小两居，在闵行区精装修的。本来呢我是打算给自己住的，但是我现在要扩充酒吧的生意，所以我就想把它卖掉，急需变现。当然可以比市场价低那么一点，拜托二位。好，闵行的房子呀？这闵行离我们这儿挺远的，你怎么不找那边中介啊？骆小姐啊。 骆小姐最近一直在发朋友圈，她说甭管以后是买房还是卖房，都必须要找她，所以既然骆小姐发话了，我就来了。我厉害吧？哼哼哼，人家林先生是看在我的面子上帮你提高业绩，你懂不懂？你能不能光说话不动手啊？会吗？要不今天大家有时间的话。 跟我一块去看看房子吧。哦，好啊。哎，真真，你们那个委托书弄好了，告诉我一声，我也一块去。啊，店长你也去啊？嗯。嗨，原来您是店长啊，我还以为他是店长呢。你好，怎么称呼？宗慧敏。幸会。那这样的话，大家就委屈一下，跟我挤一辆车好吗？我也要去，但是我不给你们挤一辆车。不用挤，咱俩坐公交。 那我给你一起坐公交，能不添乱吗？走。渴了吗？喝点水。嗯，不用了，谢谢。你喝吧。喂，你好。哦，我是。 是我本人，我最近急需要用钱，所以拜托您那边就是帮我把我的那些理财产品就慢慢退出吧。嗯，谢谢啊，给您添麻烦。哎，好，再见。曾店长也做理财投资？嗯，做一点。那您一定是对金融投资这方面很在行吧？没有。 我也不是特别懂那些，我就是在商业银行上买了点理财的产品。那你做了多长时间了？两三年。挺好的，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。现在有您这样的心态的人真的很少。哎，邵鹏程为什么不跟我做一辆车啊？都怪那个程真真，烦死了。刘老姐对你真的是挺好的。 这么老远还介绍客户给你，我跟你说啊，那是你不了解情况。从我打小认识骆总开始到今天，他就没办过一件靠谱的事。谁知道他这回带来这人靠谱不靠谱？不管靠谱不靠谱，至少代表人心里有你，想着给你拉客户、提升业绩。你对人态度好一点。真不是我不愿意对他态度好，是他办的那些事儿没有办法让我对他态度好。那就是你的问题了。我有什么问题啊？ 不管他办的事儿结果怎么样，但至少人心里想着你。我觉得你俩挺配的，答应他吧。哎，你神经病吧？你觉得他好，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？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给我闭嘴！你房产中介，你婚姻中介，我的红娘，月老，丘比特。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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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
小区环境还不错吧？嗯，你走。你们去吧，我不去。啊？你怎么不上去了？我要等我们家程程，你们先去吧。行，那就等你们家程程到了之后，你带他上去。哎呀，你走吧。算了，咱走吧。是怕他晒黑了，你棚子底下待着。不用换鞋，进来吧，进来吧。这就是我的这套两居室，还挺规整的啊。
你看我的客厅还有我的主卧都是双向朝南的。我这人啊，平时不怎么做饭，所以我的厨房基本上像新的一样。就这么说吧，如果说客户满意的话，可以做到拎包入住。嗯，我就别说那么多了，您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您随便看看。您这满墙贴的都是音乐节的海报啊，这么多 CD。 您平常喜欢听音乐？对啊，这是我唯一的爱好。曾店长也喜欢音乐吗？啊，没事也听听。那太好了，我这套音响特别好，而且音质也特别棒，你可以随便挑点碟，然后放一个听听。我给你倒水去啊。谢谢。几瓶啤酒，一盏灯，烦恼碰杯了，幸福咽不下的是包袱，吐了还哭。我尝遍人生的喜怒哀乐，买断了所有寂寞，也称不上成熟，最多是牵肠挂肚，还不够满足。贪恋值得庆祝，别再说不在乎，你的眼神我就知道你的态度。这是我最喜欢的歌。努力值得庆祝，孤独在康复。这骆总是给介绍的房源，我老是觉得不那么靠。小区挺好的，小区好有什么用？你没看见我啊？你在哪儿呢？我怎么能看见你呢？程程，你以后带客户看房的话，我开车送你吧，你别总挤公交了，多累啊。你别操那么多心了啊，我挤公交挺好的。我们店长呢？曾店长他们都上去了，我特意留下来等你的。你看我对你多好。哎，我觉得店长对这房子挺感兴趣的，你说不会店长想买这房子吗？那也挺好的呀，这小区环境挺适合店长的。你看这地理位置又好，这物业也不错，特别适合像店长这种又独立又单身的女性。怎么样，这房源不错吧？我跟他说了，我未来男朋友呢是房产中介，他看在我的面子上就特意把房源给我了呗。哎，打扰了二位，我先进去等你们。我告诉你，骆总，你给我介绍房源，我特别感谢你。但是，以后请你给我拉业务的时候，把男朋友这几个字去了，听见没有？所以我没说你是我男朋友啊，我说的是未来男朋友。未来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时间概念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哎，你跟他好好聊聊。赵先生，大家都在客厅等着呢。喜欢玩这个？
也有，也就是平时朋友聚会的时候，小玩一下。怎么样，我朋友这房子不错吧？我看你们店长还挺喜欢这房子的。谢谢。一个林先生啊，可能没那么简单。珍珍，哎，店长，坐。林先生那套房源你帮我撤了吧，我想买他的房子，你一会儿帮我给他打个电话，看看他明天有没有空来公司签一下意向书，然后这个中介费你就按公司规定，内部员工打88折，业绩提成还有中介费提成都算你跟邵鹏程的。行，店长您想买房子啊？嗯，怎么之前没听您说过呀？我也是看他这套房特别合适，性价比高，而且都装修了，我这不省心吗，就省得我来装修了。等你到我这个年纪啊，你就明白了，这女孩给自己买套房，就相当于在这个城市有了自己的家。真好，店长，您真的是我的偶像，我也希望以后可以像您一样，那么独立。光独立可不行，我还是希望你以后能再有一个特别爱你、特别宠你的好男人陪着你。行，那我不打扰你了，记得给打电话啊。哎，好，别弄太晚了。嗯。喂，林先生啊，哎，我是爱雨家花园店的陈真真。哦，程小姐你好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哎，是这样的，那个您那个房子啊，我们店长本人他想买你那个房子，想问一下您明天有没有时间到我们花园店来签一下意向书。哦，你们店长啊，是曾店长吗？是啊，那个明天下午3点您方便吗？啊，方便方便。好，明天见，拜拜。几瓶啤酒，一盏灯，烦恼碰杯了，幸福咽不下的是包袱，吐了还哭，我尝遍人生的喜怒哀乐，买断了所有寂寞。林先生，这个意向书签好了之后，10万块钱的定金我现在就立刻转给您，然后剩下来，做网签啊、批贷这些就由彭程跟珍珍继续去跟进，等这些手续全部都办完了之后，咱们就可以办过户，然后付尾款。好啊，您是专业的，我当然听您安排了。这次房子卖得非常的顺利，我要感谢邵先生，还有程小姐，下次你们去我店里消费，我给你们打折。店长在这里马上就有自己的房子了，好羡慕啊。别急呀、啊、店长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，只要咱们肯努力，肯定买得起自己的房子。哎，你们说说，不是咱们店长这算怎么回事啊？这明明就是帮着邵鹏程和程真真做业绩，对不对？我们手上也有很好的房源啊，那为什么不从我们手上买，非要从他们手上买呢？真是。你们店长呢？在会议室呢。
你，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啊？啊，看着我还跑一趟。你爸爸都跟我说了，说你脾气不大好，让我再给你次机会。没关系啊，我看在他老人家面子上，我就原谅你了呀。你谁呀？你有病吧？我跟你熟吗？哎，你这样讲就不好了吧？哎，上次我不过就是多喝了两杯酒嘛，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吗？哎，你走哪里去？别走，不要走。别碰我！我跟你说，你这样子特别不懂事情，你知不知道？怨不得你老大岁数你嫁不出去呢，也就是我要你。我嫁不嫁得出去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给我出去！小两口谈恋爱吵个架有什么关系的吗？啊？你是疯了吗？谁跟你谈恋爱？这位先生，我先不管曾小姐认不认识你，但的确，这是工作的地方，别在这儿捣乱，好不好？你谁啊？我没谁啊，我就是过来签房屋买卖合同的。什么房屋买卖？你买房啊？他买。哦呦，买房了呀！我说那难怪今天腰杆子这么硬气啊！我买房跟你有关系吗？快滚！我跟你说，女孩子这样说，别指人家好不好？你把手给我放开！我不放怎么了？我他妈让你放开！再碰一下试试！我不管你今天来这儿什么目的，我不允许你在这儿闹事，请你出去。我就出去了，怎么走？让出去！哎，出去！哎，放开我！出去！不要动我！给你动！放开我！曾慧敏，你个小狐狸精，你早点手掰脸！出去！没事吧？对不起，因为我自己的事情给大家添麻烦了，抱歉。没事。李先生，你没事啊？我没事。谢谢。行吧，今儿会就开到这儿，大家准备下班吧。你个死丫头，你就翻天了你！爸，这是我上班的地方。曾伯父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啊！你们事儿，没你们事儿，都给我闪开！我在瞧瞧我闺女，没你们说话的份儿。叔叔，您听到闺女，你也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，您不能打人啊！就是您随便打人，欺负人权啊！您这个，你爸的手指头算一算，你弟弟多大了？他三十了。就因为没钱买房子，他娶不上媳妇，现在还打着光棍呢。你都好好给自己买房子，你有没有良心？叔叔，你先别生气，有话咱好好说。自己赚的钱，我自己买房子，我合理合法。你合理合法？你合理合法？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别生气了，别生气，别生气了，别生气啊！你个死丫头，你还敢说你自己赚钱？没有我们俩，哪来的你啊？我们俩好不容易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，还给你送去上大学，你可毕业了，会赚钱了，我们老两口可有指望喽。这指望来指望去，指望你先给自己买套房啊？那老话说得好，嫁汉嫁汉穿衣吃饭，你不能叫他找着谁让谁给你买房子，你这就是我，你这就是吃里扒外，知道吗？对，吃里扒外。哎，行了，你可是把我们俩的脸给丢尽了呀！哎，不是，那个阿姨，你们别闹了，那你们也不能抬手就打呀，打人那是犯法的，对吧？再说了。啃女儿养儿子，这不神逻辑吗？啊，以前只是听说过没见过，今儿我算是开了眼了，哪有你们这样当父母的呀？房子的事情一两句说不清楚，你们俩别闹了，跟我回家。在哪儿说，你都不占理儿。哎，老头子，那个，你不管怎么说，这儿也是闺女上班的地方，不是啊？
那个闺女啊，闺女，要不你跟我们回家，你跟你爸爸说说好话，好吧？哎呀，跟他认个错，闺女，我求你了吧。要不要我拍两张给你？对对对。哎呀，等你啊，闺女，闺女，闺。哎，你不是叔叔，可不能再打人了啊！那个阿姨，阿姨，你慢点，慢点啊。老头。来，接过，来接过一下，谢谢。来，面来了。说这世界大了，真是什么样的父母都有啊！哎，真的，他那父母简直刷新我的想象力了。所以啊，你从小就出生在一个健康富裕的家庭，父亲从小把你送去国外念书，小时候还能跟母亲全世界去潜水，你已经很幸运了，你就知足吧。这两出戏下来了，我算是知道这女魔头为什么这几天都这样了。我估计今天晚上店长他们家也是消停不了了。你看他们家老爷那架势，今天晚上店长肯定小命不保。你说他爸会不会回去还打他呀？八成得打。不，邵鹏程，啊，你赶紧想想办法，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吧。我能想什么办法？我一外人，我也就说说，那我也不能揍他爸呀。你先吃点串补补脑，这动脑子的事情全靠你了。快吃点串。那我这吃串也想不出来，我。我想想啊。慧敏，你也是爸的亲闺女，爸不该打你。可我今天得给你落个实底儿，你买房的事儿，在咱曾家行不通，在我这儿更行不通。你死了这条心吧。那我也给你们交个底，这房子我买定了。定金我已经交了，没有回旋的余地。那个闺女啊，你就别再让你爸生气了。你说你是个姑娘家，你能找一个有房子的男人呢？你何必现在非得死乞白赖的自个儿花钱买房呢？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行。你不心疼你弟弟，可你总得心疼心疼你爸爸吧？哎，也行，你不心疼你爸爸，你也得心疼心疼我吧？我可是你妈呀！你们让我心疼你们，你们心疼过我吗？为了着急把我推出去，连流氓都给我介绍。别人的爸妈跟自己孩子说的是，在外面累了没事儿，回家有爸妈。你们呢？我在外面这么多年了，我吃的好不好，穿的暖不暖，生病了有没有人管？你们问过半句吗？我不啃老，但我也求你们放过我，别再逼我了。我怎么越走近，越有种不祥的预感呢？哎呀，
希望曾伯父看在有外人在的面子上，少给店长一点压力。那个叔叔阿姨，我跟真真过来看看你们。哎，是，还带了点蛋糕。对，来，看看，啊，看看我这个好闺女，对她弟弟无情无义，一套一套的教训我和他妈，这个就是一个白眼狼。爸，你不嫌丢人吗？丢人！咱家盖房子这么大的事儿，任凭你一个人在这儿瞎闹腾，你弟弟娶不上媳妇。我抱不上孙子，这是最大的丢人。咱家里荒谬！你说谁家不都是这样养女儿的吗？啊，谁家不惯着儿子？我们供你吃，供你喝，供你上大学，你还想怎么着啊？阿姨，您这说的可不对啊，可不是谁家都惯着儿子的。你这不能老是牺牲女儿成全你们家儿子，那女儿跟儿子都是自己孩子才对的。你算干啥呢你？啊，这是老曾家的地盘，轮不着你来教训我们。这不是老曾家，这是我的家。你的家，你的家，你家，你再说一句。你们说你们供我上大学，我学费是你们出的吗？我学费那是我所有的寒假、暑假、辛辛苦苦打工攒来的。家里要盖房子，张口就跟我要20万。我那时候刚来上海没多久，你想没想过那20万我是怎么凑出来的？来，老头子，嫌我丢人，嫁不出去是吧？我有男朋友，是你们。天天给我打电话要钱，他就在旁边听着，他吓跑了，他不要我了，要跟我分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赔礼去吧，店长。店长，你可别走，不是店长。来呀！店长，你别砸了，你先坐下，给我热了。有什么事好好说，毕竟是亲爹亲妈的，咱不能动手。你看把这家砸的，你这先冷静会儿啊。老头子，这是我们给伯父买的一些住院的必需品。谢谢。金玲，麻烦你了。其实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们，要不是我跟邵鹏程贸然上门，还说了一些这么激进的话，也不会把伯父害成这样。跟你们没关系，我自己的爸爸我了解，我知道你们去我家也是担心我。我
爸没事了，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明儿上班。我留下陪你吧。不用，还有我妈呢，快回去吧。哎，明天帮我约一下那个林先生，我跟他去店里说一下房子的事儿。好，好，林先生，我帮你约，你别管了。我觉得房子这回赶快定了，别老拖了，快到斩乱麻啊！林先生，今天约您来是想跟您说，您那套房我买不了了。这事儿算我违约，违约金咱就按合同走，耽误您卖房，真是给您添麻烦了。等会儿，店长，这房子咱说不买就不买了，不是昨天我说那么多都白说了呀？是啊，店长，我和邵鹏程都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处境，可是这房子你也是想买很久了，你不是一时冲动说要买个房子？我觉着吧，十万块钱还不是一个小数目，你要不再考虑考虑？不是。我知道你们俩为了我这套房也跟着忙活半天，但是昨儿你俩也看见了，你说我能真为了买套房闹出人命来吗？哎呀，你说的这些我们都知道，我有话直说啊，连长，就是因为你这样不断的妥协，才会让你爸妈、你弟弟不断的得寸进尺。你觉得你顺着他们就是孝顺的，其实不是，你这叫做愚孝，知道吗？你这样只会让他们更变本加厉的。对不起，我能说两句吗？刚才听你谈话，我听出来了，曾小姐应该真的是有难处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同意终止我们的房屋交易，至于定金嘛，我会一分不少的全部退还给你。啊，不不不，这个是我违约，我耽误您买房，这个没关系。没事没事，你听我的吧，毕竟我跟骆小姐是朋友，骆小姐跟邵先生也是朋友。绕来绕去，大家都是朋友，就这么定了。不，这不合适。我的原因，我和好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如果您真的是替我着急的话，那就这样，尽快再帮我找一个新的买家，好吗？林先生，今天的事儿真是谢谢您了。曾小姐，你千万不要跟我客气，我觉得你的脸色不是特别的好，你要多注意休息。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的话，随时告诉我。谢谢，那您慢走。好，拜拜。林先生慢走，走吧。我觉得这林先生人挺好。我怎么老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儿呢？啊，明明是他占的，这十万块钱说不要就不要了。而你刚才看见没有？刚才在那儿，一个劲儿的关心店长，这献什么殷勤？你又来了？什么叫我又来啊？那本来就是十万块钱的，说不要就不要了。你不信你看着，这十万块钱不要，不一定他想要什么。你真的是很腹黑，这朋友之间互相帮忙不是应该的吗？怎么就朋友？认识几天就朋友了？谁腹黑啊？说你呢，腹黑，找揍啊！我们看一下合同细节，那个付款方式，首先是要把那钱准备好，因为这客户啊特别着急，想要这。美丽姐。不是那个真真啊，哎，怎么这么巧，咖啡店都能碰见你。就是，不是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The day fate set us to collide, the way you look into my eyes, never thought love would come.Like all was meant to happen. Where you are will be where I start. You've become my own.
spark, I'd follow wherever you are. Baby, I won't let you feel afraid. I'll be here with you through night and day. All these memories won't be erased. My love for you will never fade. Hey, I know you know our heart's getting close. We can't deny it's real. Where it's dark is where